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世界十大这个频道。思考人生是每个人重要的课题，有必要认真和花时间去思考。可惜香港人太忙了，根本就没有太多时间坐下在这里想一想，重整一下属于自己的信念。今日我就为大家准备了十张一针见血的人生漫画，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又会不会有共鸣呢？我认为重质不重量，幸福同样有多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好多时候角度是很重要，这个世界是怎样就在乎是你怎样去看它了。面具戴得太久，有时真的要除低头下气，如果不是你就不会再记得以前自己是怎样的了。任何时候能够救得到你的就只有你自己。很多时候不逼自己一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其实可以有多优秀。平等和公正其实很多时候都不画上等号的。我觉得主动往往赢到更多的机会。很多时候令人累的不是工作量的多少，是工作的方法。自弃者扶不起，自强者打不倒。就是差少少，其实已经差好远。你呀、是你啦，快啲去我哋嘅频道主页睇下啦，里面应该仲有好多片你未睇过噶。今日一定有运行，如果你有，按赞、按分享、按订阅，记住按埋个钟仔呀、